你是命令他放在那边是不是？啊？你啊？没有，他自动的。哦，然后每次位置都好猛。三回，火嘛，轰龙争头完，他妈变成火龙，再跟轰龙争头。嗯，到底我刚才头顶感受到一股火焰喷过来。他在下面，他当我塑胶。安安 ，Hello， 我靠！会不会两个？哎，他跑了。嗯。顺便收一下火、欸。真的都没看到我哎、欸。我刚刚也是，哎、欸，他快死了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捉他，我刚刚好像打你们的时候有发现这件事。这场叫不出坐骑，也是因为我的坐骑看不到我。有可能。哎，你要去抓了吗？我抓。有带陷啊？没带陷阱，刚用掉了。等我吧。那我来吧。我正在跑。没关系，他们看不到我。哦、我还在被开红区，我刚才叫坐骑。开太久了吧。哎、欸，这红区有点久。哇，被无视的感觉真好。原来那是两只在那边，他走了。你们两只怎么又在一起？操嘞！
龙哥，手下留情。哇，好，一直被无视，真的是被无视哎、欸！就一开，哎、欸，你一开始就被无视到现在？对啊。 所以其实会打到我，都是因为范围攻击或是刚好我们两个站在一起。哎，难怪我的血量每次都那么危险。<笑>好爽哦！我的血量一直都很危险，因为他一直在看，或者是看我的宠物，我的猫啊。哦，你说天灵哦？对啊，你打到了。达到了。梦幻极品。 到底是怎么了？昨天还好好的。对啊。啊，那个宠物的武器几等啊？15等是不是？啊，宠物的，你说猫吗？猫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也是可以做的。不是啊，我是说他那个蜜虫啊，跟烟火那些。没有啊，你如果你我现在就是死的、啊，我10等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出来用。我那时候在打什么？ 我多个性啊！我看一下我的猫咪。哎，我的房间居然去哪里看？哦，在这里。还是你开启或什么？ 嗯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开启会所，或者是电脑问题。你说我自己开启会所？对啊，我过去加你。我总不可能每次都这样。我看一下等级就过去。 快啊！我的猫咪呢？我的狐豹蛋15等，应该是15等的关系吧。 白痴哦、喔，想说怎么刚刚没有感觉，快吃！因为防御满，不是啦，我刚覆盖掉那个装备啦。哦。
那我再开一次。嗯，你还缺吗？我不缺啊，然后你缺就陪你打了。我其实好像没有了。嗯，更变装备。那我先去做战龙装。好。不战了，应该够吧？生产装备放回去。轰隆。够了，啊？打轰龙吧？打轰龙吗？对啊，好吧。我想要做一个头盔就不够了。我看有没有调查。我有啊。你有吗？有啊，刚捡一大堆哦，刚刚都没在打，刚刚在狂捡。斩龙哦，轰龙哦。轰龙。等一下，有没有高一点的？为什么我捡到？我是 N 级的，很急啊！红龙，好了，飞雷和红龙，就单一红龙吗？我有单一啊。那报酬金呢？什么报酬金？一金二银三铜，二两二铜，一金、啊、一银三铜，跟我的差不多。我刚刚找到一个，哎，开还没开啊？好了，哎，怎么跟我接的不一样？啊，没有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吗？有。你说一斤哦，我看到了，好，等一下可以接我。我刚刚看到一个，好啊，三铜一银一斤。难怪有人说轰隆中还不错，原来是这样。刚刚是应该等我先进去再进来的，好像是。哇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到底给不给玩？昨天还好好的，是因为今天放假，所以大家一直卡在那边，然后造成伺服器爆炸了，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。先看一下八号了。好，那我去尿尿。还是我们的其实要等晚上。让它重开了。可是我的 mod 还在。
哇，真的还没好哎。那也不是，真的真的不是我的问题。嗯，所以巴哈也有出问题啊？不是啊，我想说，你开和我开都有问题。要么我跟你冲到啊？不太可能啊，昨天连的那么好。嗯啊。进了，我因为我离开了。哦，真的很奇怪，现在连线是不是爆炸了？哎，我看到红哥，嗨。这要变真单的一种游戏。不啊，就一个人先进去，两个人再进去好了。那我开我的。没有啊，你先打。哦，你现在是变单人是不是？对啊。好啊，你换啊。他直接给我脱离几位数。唉，我刚刚也是啊。昨天。肥料要冲傻啦。中午的时候跟杰克玩也是这样。是哦。本来是关掉还就可以继续了，结果现在连关掉之后。原来没察觉。就是这片，我开机会说，啊，你开啊，可能这个要一阵子吧。当初 PC 世界刚开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欸，你开了吗？我可以进去你那边？可以啊，我刚开啊。连线已不存在。那有啊，我已经开机会说了。重开，要不要重新开一下画面？重新开。等下我先进去好了。感觉 OK， 没关系，我喜欢当边缘人。我不会站在你眼前。轰哥，我来，哎，巴士，哎，我刷动作。而且我昨天在打路人团的时候，那个斩龙啊，曾经在那个一个小路上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回去又走回来，走回去又走回来。我想说，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始怪怪的？你进去了吗？啊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遇难船只营地，其实你可以从家参加。啊，没有，我还在载。不是啊，对啊，你还在载啊，我进去，你直接开始就被踢掉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有，我说我还在任务中哦。好好好，我懂了。先干一批的。好了哈。可以了，我就在里面。好，去找他。多人难度要被巫师了。我还是只有看到你的猫哎。哇，原来补给箱里面就有热饮了哦。有啊，都会有。还有大水哇。
有几包。找到了。哦，找到了，才真的找到了。啊，他又回去了。白跑一趟。嗯，走这边呢。到了，我不是啊，导虫在导什么鬼啊？在干嘛？导虫喝酒哦。那边还没软，后脚有个后脚，还是一样无死的。好，哇，不好乱呢，他的小脚好小哦。对啊，屁啊，你的头突然伸缩。哦，拍个照啊！我又没有用，他只觉得蚊子在咬他。
我全盾发射没有用，我帮我软化一下吧。软哪里？大家左后脚，脚真的好难软哦。那就前脚吧，放心。有啊，前脚我已经软了很多次了。 哇，这是笑。啊，风飘怎么来了？真的是在 Hello 哎。 好正，这个海。 我好奇一件事啊！他竟然看不到我，那我打他到底有没有伤害啊？有没有？有吧，至少。什么东西？ 屁啦，接技耶！我要跨赛了。
啊，真的晕了！帮救我啊！龙车，有啊！对啊，我不能叫。 这本来就没有坐骑架。嗯，嗨，给我东西。这给你硬化粉尘。他给我一个古代龙票居院。哇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好了，真的是好。骑车。 哇，没有！哎，我们对不起，我没有石头，对不起。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来，这边。阿红了，哎，麻了。注意哦，然后要，那地层要下线。 哇哇哇哇哇！没人赢了，没人赢了，内力掉光光了。哦，差点去死。 超没存在感。好啦，开打！哇，天哪！ 这个看起来像是快要挂掉了。还在想。